新年，是个隆咚锵咚锵，大家同把新年贺。你敲锣呀，我打鼓，大家同把新年贺。你跳舞呀，我唱歌，大家都充满快快乐乐。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请各位的红包拿过来。你抢锣，我打鼓，大家来唱新年歌。隆咚隆咚锵咚锵，隆咚隆咚锵咚锵。大家同把新年贺，敲锣打鼓迎新年，七个隆咚锵咚锵，大家同把新年贺。你敲锣来我打鼓，大家同把新年贺。你跳万事如意，你敲锣我打鼓，大家来唱个新年歌。咚咚咚咚锵咚锵，咚咚咚咚锵咚锵，大家同把新年贺。敲锣打鼓迎新年，七个隆咚锵咚锵，大家万事如意。你敲锣我打鼓，大家来唱新年歌。隆咚隆咚锵咚锵，隆咚隆咚锵咚锵，大家同把新年贺。敲锣打鼓迎新年，七个隆咚锵咚锵，大家传奇品质，百年章誉。1892年，马来西亚著名华侨张弼士先生以其惊人远见卓识，在中国烟台投资创办了张弼酿酒公司。张弼的葡萄美酒能够飘远着中华大地，这成就是多年来历经过无数前辈们的艰苦奋斗而得来的成果。如今张裕已建立拥有124个葡萄品种、24万余株葡萄树的张裕葡萄园，并拥有一座亚洲第一地下大酒窖。张裕常年来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的检验，以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此外，还从法国、意大利等世界著名酿酒国家引进了最新的设备与技术，使得张裕的产品具备了卓越的品质。1975年，张裕与海鸥携手合作，首次引进张裕的灵芝酒，并开创了国人喝中酒的习惯。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灵芝酒已成为我国无人不晓的保健饮品。如今张裕与海鸥再次全力推荐享誉国际的张裕干红葡萄酒一系列的产品，中国烟台优良的葡萄品种配合法国超群的技术，使到打着中国人的浓情、法国人的浪漫口号的张裕干红葡萄酒成为最完美的绝配。作为张裕在马来西亚最忠诚的伙伴，
海鸥毕尽全力使到张裕干红葡萄酒，像灵芝酒一样，成为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佳酿美酒。农历新年是我们华人团圆的好日子，六福集团延续这种优良的传统美德，六福酒家推出各种原生及新春佳肴，新年期间六福酒家仍然照常营业，欢迎光临。六福集团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怎么看到？那个什么？快递，他比他公司好点。这个酒。过年一定要买我们的专辑来听一下啊！哎呦，好漂亮哦！原来九寨沟，真的如诗如画。还有鸭子慢慢游过来，那是鸭子还是什么？那是鸭子还是什么？拍一下。让春风吹，sorry。轻轻地问。氧气要不要？好辛苦，好喘气啊！快啲讲两句，好喘气，好喘气，真系好喘气。哦，你有得做了哦，开心啊你！系咪真嘅？系。真走。拜拜。真中搞啥？肿死哎！我肿死了。啊！很甜哦。没有，因为我们到饭店。哇，好舒服啊！咁要到我到餐厅。讲自己俾钱啊！我得讲自己俾钱啊！如果你觉得辛苦嘅话咧，或者都我同你玩下游戏。啊，好。好似我头先咁样。好心幫阿John攞個幾腳嘅，咁樣啦。哦，啊，終於做好了，結果我打完。啊，來撈，我來，撈呀，點嘅？車啲行車，向我行係啦，冇錯。行啊行啊，點嘅？嚟啦，係嚇。行啊。啊。開哟，鳥也對我們。买个车嘛，买个车也不要你不要遮到他的镜头。等一下，我拍东西，我拍电视是吧？哎，来喽！来，音乐。等一下，音乐。喂，音乐啊！快走啊！好哎，要做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回九寨沟，知道吗？我不知道女孩子怎么过。男生可以啦，男生可以啦，对呀，就这。哎，罗宾还没到。哎呦，后面。啊。慢点，小心点，安全第一。OK， 给你爽一下，等一下买东西给你吃。OK。
哎，你真好嘞，不错嘞。要影响。再相如意，好运绵绵。又两只。不行，不行，刷六个 ，OK， 啊，再刷六个，来，不用刷六个。好呀，好呀，好呀。你说他输吗？龙，这是第二两。耶！中奖啊！龙啊！你漂亮一点的龙嘛。好，打个龙，要不要？我打个风，什么意思啊？这个风，打个风，安装个，没听爽吗？爽，他这边，哇，没听话。他名字叫老爹，老爹，老爹你好，老爹你好。他不会咬着他吃叶子，他吃叶子而已。春天，春天已出。